YY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 YY 男偶像，第三名力哥，第二名阿哲，第一名帅总。有请三妹，有请 YY 男偶像。这三位简直帅到没有了边际啊，真的。尉迟哥，你感觉他们三个谁的颜值能与我相提并论？他们那个麦克风跟你长得蛮像的，谢谢。其他的台上就没有长得像你的了，谢谢。哇哦，这个奖，这奖是直接拿皇冠的，可见其重量。谢谢陈大，谢谢陈大，帅总，真帅，您总这么帅，来，你的获奖感言，帅帅的哦。大家让你带上。很荣幸的能够拿到2016年最佳男偶像的这个名次。首先呢，在这里感谢一下 YY 官方，给我提供了一个从屌丝逆袭成为男神的一个平台，然后又得感谢我的家、画社，还有我天哥，还有画社的高管们对帅的一个栽培。其次呢，还得感谢我的师父天佑，以及佑家军们对帅在年度当中的关心和支持。最后感谢我5938的帅家军对我的不离不弃，对我的默默的陪伴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想说的是，没有最帅男偶像，只有更帅男偶像。在2017年，我会更努力的加油，用自己最好的直播方式去回报你们，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最后说一句，帅家一路并肩行，此生不忘画社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三位男偶像，谢谢你们。